快的，明天去看父母吗？谢谢艾玛。明天看父母吗？
你们也是早点休息，可以明天去陪陪父母啊什么的。哇哦，我得了两颗星星，谢谢番茄侠的直升机。
是个体力活，真的蛮消耗的。这么早就困了我，这个群。
室友对我不好，我就开心，我发点福利；我不开心，我爱怎样怎样。不要老是去要求我，是吗？不打当我是傻子。你要么这样，你要么送个礼物。嘴上这么讲，你要么送这个礼物上面。你送得出来吗？送不出来，那么多要求。怎么我没见那些送礼物的人有要求啊？
是在后面，好像是这一只在说梦话，好像是后面那只在说梦话。但是谁在说梦话呀？谢谢白水。你今天怎么睡这儿了？那平时都睡我房间里的。他在说梦话，笑死我了！中秋快乐。原来是呀，真可爱了呢。困了，他困得不行了。可爱吗？他他们表演一个发情，最近发情了，他们表演一个发情，你不是发情了吗？表演一个发情，我发情了。洗个手，然后都是猫毛。不得，
进门就太亮了，你太急了，把这个香气直接踢翻掉。这么轻，是放松练习，触摸是放松练习的最后一章。刚才我让大家完成了一些两组的练习，一个是抚摸眉毛到你的脸的两侧，然后再到你的下巴，然后再到额头的练习，还记得吗？我让大家把这两个练习反复的做了一遍。完全忘记了，没关系，我来帮你们复习一下。双手轻轻拍打你的下部，不是，我说错了，不是下部，是下巴，下巴，轻轻的几次就好了，然后轻轻的拍打你的面部，说错了。
现在我们把这个拍打的练习完成之后，轻轻的呀，不要太重哦，不要太重。拍打完成了之后，我们让双臂以舒服的姿势自然的放正，用你的手指轻轻的触碰一下你的上嘴唇，这样轻轻的放在这个上面，轻轻的。然后呢，我们再去深深的察觉这个手和你的嘴唇触碰的感觉，软软的，上吧。手指触碰的你的嘴唇呢，是最软的地方。怎么离远一点？我离远就看不到那个字了。然后我们去感受这个嘴巴的这个柔软的程度。现在我们可以轻轻的抚摸脸颊，抚摸你的脸颊，这样轻轻的抚摸。我没有，不要嚣张，嚣张就没用了。耳朵的两侧，谢谢先不住。耳朵的两侧，让自己去接纳这个感觉，并从这种接触中感到舒适。好的，那我们现在再轻轻的去摆动，摆动你的手臂，然后活动一下刚才忙碌的手指头。渠道。
人要完全的放松，我们深深的沉入到垫子当中、床铺当中、椅子当中。你只要把注意力不断的带回到每一次的吸气和呼气上。放在路上，你听得到。谢谢歪歪。芦荟胶，芦荟胶那是，刚才不小心，为什么听不到呢？放在肉上怎么会？
差一点点就107了。你们要不然再送点龙凑一个，凑个福利，到107我就下了，再送个龙。那个是小龙，不是大龙，小龙就是15块钱一个，15块钱。大龙的福利，大龙，你送得了吗？你送得了，直接就开福利。谢谢坤，谢谢。叫音吗？可以、啊、谢谢你转，谢谢。稍微调大一点啊。
健身教练，你们是？你们是健身教练吗？107了，谢谢，谢谢你们，107了。憋着打喷嚏好难受啊，我怕我打出来把你们的耳朵吵死，我得憋着。
该睡觉了。上个厕所，然后起来又看一下，一般是挂着睡觉的。睡觉，很早。
气泡也可以，不过我还是更偏向于就打 PK 的时候我们就穿日常服，然后等到上播的时候你们想要穿什么不知火舞啊什么都可以。反正我一边 PK 我一边换衣服。以后播游戏吗？这个平台播游戏看的人比较少，黑黑的天空里吹